你看，这件衣服上居然也有一个可以让尾巴伸出来的洞呢。哎呀，我是真的不擅长战斗，最弱的英杰可不是浪得虚名呀。哇，你看，这件衣服上居然也有一个可以让尾巴伸出来的洞呢。幽兰黛尔，等待指示。嗯，还不错，没想到你在挑选服装上还挺有实力的。我带队，你认真的？逃跑可是咱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啊。嗯，稍微摸个鱼休息一会儿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。可是咱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啊。要出发了，罐头。睡午觉的好地方吗？哎，在那边吗？看我了。
来把你们的罪孽压死，绝不。